最后入闸火红人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九场国际二级赛千六米。沙田锦标准备18蚊十号撞是非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外面美丽之星快啦，中间白衫泳彩缤纷，出边粉红衫首饰太阳橙衫，中档仲有象蓝啊，内栏装思飞，咁啊中档喜年欢声就红衫红帽第六位，再后边嘅马咧仲有喜年掌声啦，后边四只包装奔驰，出边美丽大师，尾子内栏威尔顿啊拍住出边嗰只就火红人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嘅段处啦，前面带头系美丽之星啊放嘅，跟住第二位就首饰太阳啊。第三位内栏泳彩缤纷，出面就象蓝。第五位就是庄思飞啊，1.9倍嘅大热门喺内栏嘅位置啊。喺外边咧，咁啊有呢只喜年欢声啦，咁啊喺佢出边嘅喜年掌声咧，就喺佢外喺佢后边嘅。咁啊外边位置啦，美丽大师上啲咯，尾三包装奔驰，咁啊后边威尔顿外边踩油，咁啊包咗落尾火红人。好啦，转弯嘅时候啦，前面美丽之星放大外档踩油上嚟，威尔顿用呢段中间有首饰。太阳入面嗰啲会唔会塞车呢？咁啊，泳彩缤纷壮士飞，外边冚咧仲见到有呢只咧就象蓝同埋火红人，最出啊八搭啊美丽大师入正直路，威尔顿中间占先，内栏美丽之星啊，再见到中档位置有首饰太阳，外边追咧就壮士飞，最出就美丽大师上紧嚟，最后二巴内栏美丽之星，中间系威尔顿，外边上紧嚟就美丽大师同埋中档嘅象蓝，最后50米威尔顿。战师象蓝追紧佢，出边美丽大师接近终点，威尔顿赢啊！第二名系象蓝，出边美丽大师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沿途响后边先，跟住转弯见到个八八牌走，入弯就已经走咗，你就系只威尔顿，中间追上嚟系象蓝，外边美丽大师，第四名咧壮士飞包装奔驰近啊！呢场田泰安发挥得真系好精灵啊！去到對面直路，你慢啊嘛，我走咁長沖繩嘅馬翻到嚟就頂足一條直路啊！高東尼一對馬，國能嘅張南，偉大嘅美麗之星、美麗大師都追佢唔到嘅。第四壯士飛保唔保得住噶？都好懷疑啊！嗰度要睇一幅相。二搭四嘅連贏位77倍，四號嘅獨贏21倍啊！睇下第四名張相啦，壯士飛緊緊頂住開邊嗰只包裝奔馳啊！第二就只系能够跑到第四嘅啫。想当年呢啲 Q 应该系30多蚊嘅啫，今日3000多蚊咯。好啦，睇睇呢个暂定嘅派彩，跑第一名就系四号马呢一只威尔顿啊，独赢派212蚊啊，位置54.5。跑第二名系二号嘅象蓝啊，位置97.5。而跑第三名就一号马嘅美丽大师，位置派22蚊。连人位二搭四系3158.5啊。三重彩四号、二号、一号顺序派42971蚊，单天一号、二号、四号派派呢个4375蚊，位置。Q 二搭四系711.5，一搭四系227蚊，一搭二系派404蚊。魔法幻影啊！啊，田泰安做三几季嗰啲大赛呢啲 Q， 你话系咪得几廿蚊嘅？应该用咗个背汤尾用个招喎，系咯，800米开始踩。天都得嘅，原来呢一招。你慢啦、啊，前边等你。组合独赢嘅3-1，咁啊胜出组合 A 三，其他冷门32.5。至于呢个组合独赢嘅胜出练马师咧，胜出就系 B 三嘅约翰摩雅，咁啊得15.5嘅啫。啊，如果唔谂，净系。阿摩咁就唔使惊佢点样魔法幻影喎。系啦，四连环1240派2047蚊。哇，四重彩，四号、二号、一号、十号，顺序派到成104.55蚊啊！哇，好在只十影到个，影到个第四啫，跑只七入嚟不得了。重金啊！如果唔系，咪咯。国际二级赛嘅沙田锦标。结果由我哋嘅前马王威尔顿攞到，呢场我田泰安嘅发挥都系真系几精彩啊！一阵再可以再睇。嗯，佢成日都系啲咁嘅情况啊，呢步步有嘅时候跑1200。
又系爆嗰只。系啊，又系桂林第一场。系啊。睇个颁奖先啦。一阵嗰只即系巡航影片可以再睇。当只威尔顿已经叫田泰安出边走咧，阿伟达仲喺后边咧，仲等啊咁样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包尾入直路啊。嗯。睇下系咪真系应该可以跟佢走咧？一阵都可以再睇。跑到中段啊，康德伟好 hea 喎。系咯，嗰个走位喺一路出边啊，见阿伟达。但系佢而家翻嚟真系输啲咁多噶啦，都系。安理其实美丽大师嘅冲程都长嘅，即系冇八百都系六百噶啦。嗯，但系佢又冇跟阿田太安走咯。好啦，又捧杯啦，沙田锦标啊！都是阿摩贏，犀利！田太安，整翻場國際二級賽啊！佢哋話唔係體工嚟嘅呢啲啊，做證人啊呢場。知道贊助商嘅紀念品，都好靚啊！條尾輸得幾勁啊！直唔跑得快咯、啊，反而阿蔡嗰兩隻真係好失望。田泰安今年嘅成績就季初唔算好好啊，係啊，係最近即係先至叫贏翻啲馬啫。係啦、啊，都係比較落後啲嘅，暫時喺騎師榜度。得到大摩睇起你有前途噶啦。咁、嗯啊、如果你计奖金嚟计，一场顶四场咁仔啦，就系、是、咯，呢、嗯、场都二百几咯。好啦，即刻睇翻我重播啦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啦，中間四五六七檔都有啲擠碰啦。咁啊，睇翻前邊先啦，邊只馬比較快啲咧？出邊啦都係預期之中啦。美麗之星，不過佢又放得唔快嘅喎。咁啊，跟住佢咧就係首飾太陽啦，入邊咪只係壯絲飛啦。咁出邊白衫藍帽咧，榮彩繽紛，有個白鼻梁橙衫嗰只就象藍啦。落嚟咪只喜連掌聲，出邊就喜連歡聲，包尾嗰四隻。藍白橫間衫咧就係包裝奔馳啦，出邊就美麗大師包尾一對威爾頓火紅人。威爾頓就唔夠你哋快噶啦，一路順勢拖喺後面嘅啫。其實壯絲飛就一路都俾人摔咗喺內欄嘅位置嘅，成條直路都走得唔順嘅，又係啊。今日呢啲位真係死位嚟。因為去到中段嘅時候，嗰、那個突然間變奏啊嘛，我諗好多騎師都意識唔到啊，田太安會有呢一著咯。嗱、嗯，喺呢度開邊，你睇偉達，睇偉達都唔理你啊，直頭走啦咁啊。偉達仲喺後邊都仲喺度磨緊。仲俾人塞一塞添，其實真係冇理由俾嗰只喜連掌聲塞咗呢個位啊！咁啊，有啲如夢初醒咁啦，有啲騎師就咁，但係威爾頓都走咗啦，兜出嚟八搭，仲包尾入直路啊！美麗大師同只威爾頓爭幾多個馬位咧、嗯？如果環境睇，起碼爭五個馬位。不過壯絲飛係選擇再出去喎，頭先入邊都有個位啊，又冇要，不過騎落去都唔勁咯。呢度啊，再刪一刪。比較象藍啦、嗯，即可能就係突然間嗰個中段變奏嗰度，令到好多馬都未必加到佢最好嘅水準都唔定。好啦，復榜完畢噶啦，維智 Q 二搭四係711.5啊，一搭四係227蚊，一搭二係派404蚊嘅。
组合独赢三拣一嘅派彩 A 三系其他冷门啊，派呢个32.5。至于呢个胜出连马斯咧，就系呢个 B 三系约翰摩雅咁啊，派呢个15.5嘅。四连环啊，1240派2047元。四重彩，4号、2号、1号、10号顺序派100,455元啊。睇埋呢个孖宝咧，头关三啊，尾关四，中正派2698元啊，头关三就尾关二咧，安慰奖都去到1167.5啊。分段时间25秒37、24秒4、23秒32，末段快啊，22秒27啊，总时间1分35秒36，就慢过标准时间咧秒半啊。